饮水自节东，晋阳敌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水经注饮水。这是古人对于饮水的解释，意思是这条河从北部流经现在的河南省禹州市。大禹曾经把这里作为他的封地，并开创了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时代。数千年后，失落王朝的瑰宝在河南省禹州市重焕光彩。一色入，万彩出，钧瓷之风宛若君子。重峦叠嶂，再披苍翠，坚守者眼中折射出执着追寻的坚韧，也融入了温润谦恭的情怀。古老土地上的饮水依然静静流淌，大禹的精神、君子的风骨、时代的变迁，都在河水的映照中代代延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一天，一场声势浩大的方国盟会正在举行。这场盛会的组织者是大禹的儿子启，也就是夏朝的第二任君王。此时的启刚刚剿灭一个名为有扈氏的部落，他把这场庆祝胜利的宴会地点选在了父亲大禹曾经的封地。在宴会上，启宣布废除禅让，确立王位世袭制度。水经注中再现了这样的场景：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即君台也。意思是启在高台上举行仪式，祭祀神灵，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就叫做君台。后世的学者们把这场盛会称为君台之享，它开启了中国数千年王位世袭的传统，意义极为重大。见证着这个历史事件的君台，就位于今天河南省许昌市的禹州。君台当中的君字，取天之中心、地之核心之意。它原本位于距离禹州城南大约5000米的地方。现存仿制后的君台，在原禹州市第一高级中学的校园里。据史学家考证，君台是夏王为昭示和彰显其天下共主的尊贵身份专门建造的标志性建筑。君台之享
很有可能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开国大典和国宴。这场盛会对于这片土地后世的名称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据《金史》载，均州九阳翟县。金大定二十四年，均台所在的这片土地正式更名为均州。均州二字一直沿用到明朝。万历年间，为避明神宗朱翊钧的名讳，均州更名为禹州。沿用至今的地名，仿佛回望着这片土地历史的最深处。1988年6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这座县城被正式定名为禹州市。它以大禹命名，昭示着当地人对于先贤的缅怀。这里的人们将在追寻前人足迹的过程中，延续勇于进取、不断创新的大禹精神。大禹创立夏朝、建造城池的举动，在禹州的土地上早已演变成了传说。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寻找着夏朝的遗迹。巨慈山地处禹州市以北8000米左右，它是嵩山的余脉，东西绵延40余千米。这座看似平常的山丘，在史籍中却有着神话一般的记载。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黄帝登巨慈山，生于洪堤上。”意思是，轩辕黄帝曾经来到巨慈山，登临高大的堤坝。据众多文献所载，黄帝活动的中心地域就在巨慈山，大禹正是皇帝的后裔。1988年，青年摄影师刘俊杰一个无意中的发现，似乎为人们揭开了这个神秘王朝的冰山一角。这仅仅是一个山缝的一个坡面上的一些土坡，它的分布还有一些规律可循。刘俊杰发现，就在巨慈山的山脊处，石头上刻有众多形态不一的符号，有的呈线形，有的则为点状。它是一个符号系统，它是在这个原始文字之前，它一种密码系统呀，它可以告知我们很多东西。这应该是最早的一本以山川大地为背景的一个知识宝库。有着深厚美术基础的刘俊杰从此迷上了巨慈山。通过请教专家，人们猜想，这漫山遍野的奇异符号或许正隐藏着远古人类活动的痕迹。不久，距离巨慈山不远的一个考古现场为这个猜想带来了新的证据。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瓦店村发现了这处古代遗址。2007年重新钻探的结果显示，瓦店遗址现存的总面积达100余万平方米。在这个规模惊人的遗址中，古人类留下痕迹的堆积层厚度大约3米，
期间埋藏着大量夯土建筑基址、窑穴和用于奠基的人畜遗骸，大量人类早期文明的陶器得以出土。经专家鉴定，这个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全国面积最大的人类聚落遗址之一。洼店遗址离现在4000多年，它这个城墙下边是40米，向上面是30米，周围这个环壕从这个东西1000米，这个南北500米，这整个圈了一圈，是用引水把这个城壕环壕都给它灌起来了，起一个防御的那个作用。上古时候属于下地，大雨它就封到这儿了。瓦店遗址的发掘为夏王朝的存在以及当时人类在禹州一带的聚居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佐证，成为全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亮点之一。根据进一步研究，考古专家们推论，巨磁山上神秘的符号也很有可能正是远古人类举行祭祀的痕迹。这个说法给刘俊杰带来了更大的信心。如今刘俊杰依然不断奔走在连绵起伏荒草莫息的巨磁山中，拥有久远历史的山峦和遗址见证着禹州在人类发展史中的重要角色。当地人对于历史的追寻，让渊源久远的大禹精神延续至今。在中国有2000多个县和县级市，在中国每个县都有自己的身世档案、百科全书。这就是县志，中国地方志中的一种。每一个地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身世？每一处县名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来历？每一方水土究竟养活了一方什么样的人？每一个时代究竟锻造了什么样的精神？树下爷爷讲的故事长又长，茫茫雨季遍布九州，秦砖汉瓦岁月流淌，长江美，黄河壮，地方志里先辈们把家乡的历史烽烟收藏。昨天的变迁，今天的影像，明天的历史，中国影像方志。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为特殊的封赏。北宋崇宁2年，朝廷发动了针对河湟、吐蕃的战争，开拓疆境，幅员3000余里。消息传到朝廷，宋徽宗大喜，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然而，宋徽宗所赏赐的宝物，既不是万顷良田，也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一种色彩华丽的瓷器，这就是钧瓷。为啥叫钧窑了呢？那是宋代的徽宗啊，他在钧台呢设置个官窑，这个官窑呢很多种，但是这个水平很高，就以这钧窑呢
钧瓷呢代表这个最高水平了。宋徽宗设立在禹州钧台的官窑，正是钧瓷命名的起源，它被后世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人们推测，正是宋徽宗对于钧瓷的推崇，使它成为了北宋晚期只准皇家所有、不准民间收藏的君王之瓷。当代人已经很难想象，是何等的经验使钧瓷迅速成为了庙堂之上的瑰宝。但是，这种艺术价值极高的工艺，却在宋朝陨灭之后，因为战乱逐渐走向衰落。跟着你打交道啊，你得给他谈心。这你说我想见你变成什么样子？做人做君子，做瓷做钧瓷，是任兴行自幼熟悉的一句祖训。是啊，这个成长于钧瓷世家的工艺师，在一次次的塑造与烧制中，深深感悟到了"黄金有价，钧无价"的意义。这是钧瓷独特的窑变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没有人知道钧瓷在炉火的高温下会产生如何绚丽的蜕变。人们将钧瓷无双的美誉赋予这种难以预测而又浑然天成的艺术珍品。醉心于钧瓷艺术的任兴行，把制作出釉色完美的器物作为自己毕生的目标。然而，宋朝之后残存至今的制作技艺，并不能满足任兴行的需求。为此，他从寻找古窑所用的原料开始了突破。神后镇地处禹州市西部的伏牛山浅山区，唐宋时期就升起的钧窑炉火，使禹州长久以来被人们誉为钧都。多少奶奶，这个是手工的还是那个机械的？2013年，大量钧瓷碎片的出土，更是为此地钧瓷制造行业的辉煌提供了物证。任兴行试图从这些碎片中窥探宋代的制瓷技艺。在他眼中，这片土地上同时分布着陶土、磁石、紫木节和碱石等十余种矿产，它们或可制作陶瓷坯体，或可用以制釉。独特的自然资源让这里烧制钧瓷所需的原料极为齐备，这正是任兴行梦寐以求的地方。烧制钧瓷的过程极其复杂，一件钧瓷从采料到最终成型要经过70多道工序。作品成功与否，不仅跟泥料、釉料、炉温有关系，
还受季节、气候等诸多自然因素的影响。正当任兴航一筹莫展之际，有关古钧窑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他带来了新的线索。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对禹州古钧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将其认定为宋代官窑遗址。经过清理，一座构造奇特、保存完整的北宋钧官窑窑炉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个形态特殊的窑炉也引起了任兴航的注意。这个双火堂呢，就是我这个上去了，这个做准备，这个就加柴。加柴它是两个，它比较稳定，它一个是这个稳定它的温度，再一个稳定窑内的气氛，还有一个是稳定窑内的这个化学这个反应。通过翻阅大量古籍，任兴航得知这个窑炉名叫双火堂窑炉。它通过两个火堂的轮流应用，使炉内的温度和化学反应愈加趋于稳定，烧制出的瓷器质量也因此更为可控。这柴烧上去了，它一降下来，你还在反复。以此为蓝本，任兴航开始了长达数年对于钧瓷柴烧的研究和恢复过程。这是榆木，用榆木。这是槐木，这是我们用当地这个木材，它好些。这两种柴呢，它混合用，混合用呢，就是形成烧着我们这个钧瓷的独特的窑炉变化。每次开炉都是极其重要的时刻，通过复原和改造的窑炉诞生出了姿态各异的作品。在任兴航眼中，他们不仅十分接近宋代钧瓷的审美标准，还有了更多创新表达的空间。这个直径三十厘米左右的挂盘，扣如金玉，灿若云霞。在它的中心，一只由天然窑变形成的雏凤昂首展翅，仿佛刚刚从窑火中涅槃重生。任兴航将这件可遇而不可求的艺术珍品命名为凤凰涅槃，对其十分珍视。自古以钧瓷烧制名扬四方的神后镇，已被建设成为了极富特色的旅游小镇。钧瓷不仅吸引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人，也一次次的作为国礼出现在了中国对外交流活动的舞台上。这些作品呢，它属于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入窑这一色，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2014年，任兴航获得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新传奖。禹州钧瓷的传承和发展让他倍感欣慰。这个也是在流动。古老技艺的复活，不仅追溯着前人的智慧，也是新的灵感源泉。对于造诣和品格的极致追求，是许多钧瓷匠人终其一生的坚定信念。在禹州，
这样的信念也始终伴随着人们对于家园的守护和建设。这是一部风靡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江山多娇》。它由著名演员田华担任主演，讲述的是共青团员岳仙响应党组织号召，带领青年突击队员们突破封建思想，共同治理荒山的故事。老爷爷，你们看看这半边，你可真厉害，你们再看看这半边，江山多娇在全国公映之后，电影里的女主角岳仙被广为称颂。这个角色的原型名叫郭仙，在禹州她的故事几乎人尽皆知。从我记事那天起，环绕村子的涌泉河就不曾有过旖旎的风光，每逢大雨，七沟八岔，山洪爆发，泥沙翻滚，裹挟着防倒屋塌后的实力，冲进涌泉河，冲走了庄稼，冲毁了农田。这是郭仙在《峥嵘的岁月，火红的年代》一文中的描述。文章里提到的地方，就位于今天的禹州市鸠山乡。如今的鸠山乡早已峰峦叠翠，绿树遍野，许多老一辈的禹州人都很难忘记这里曾经改天换地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禹县县委响应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治山治水运动，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郭仙被任命为禹县薛沟乡治山治水基建队副队长，带领青年突击队在鸠山填沟引水，劈山炸石，植树造林。哪怕是寒冬腊月，队员们每天依然在废弃的山洞中安身，在几近荒芜的山体上开挖一种名为鱼鳞坑的蓄水工程。那段经历对于郭仙来说终身难忘。数月以后，鸠山乡周围大山上的鱼鳞坑遍布了整个山体，它们能够蓄积足够的雨水，为荒山植树创造良好的条件。今天的鸠山乡已经依靠遍野青山中的自然生态旅游业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这里，超过三十平方千米的大红寨景区中，二十多处重点建设的景点星罗棋布。来到这里的游客能够在俯仰之间尽情感受到自然的生机与魅力。真是激动，瞧你当年不容易，在他的时候太难太难了。已经年过八十的郭仙早已把激昂的情怀化作绵长岁月中的豁达与坦然。曾经多次被群众评为劳动模范的他，成为了禹州人心中的当代大禹。他曾为之拼搏的那片荒山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英雄山。大禹治水，
郭仙至山。千年的时光流转，带不走的是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命运的不屈。禹州人根植于性格深处的坚韧，在他们与自然的对话中绽放出了独特的光辉。红枣大小的槟榔随着手与刀的配合，迅速变成100多张薄如蝉翼、轻如飞羽的切片。这是老药工朱青山的拿手绝活——百刀槟榔。对于朱青山来说，这门手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中药炮制的过程中，切制薄片往往能让药材发挥更大的效用。中药炮制的技艺在禹州已经传承了数百年之久。相传早在大禹的年代，这里的巨慈山上就因遍生中药远近闻名。明洪武年间，禹州成为了我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饮片加工和炮制的技艺代代相传，素有药尽禹州倍生香之说。成长于中医世家的朱青山，对于禹州中药炮制技艺的历史极其熟悉。让他感到缺憾的是，曾经名噪一时的九蒸九晒熟地黄，却消失在了当代人的视野当中。我整整研究了10年，前人丢下来的东西没有了，只有大概这些东西，我们祖宗三代，我们爷爷都说过。凭借对于药材的极度熟悉，朱青山开始了复原古法药方的历程。古法九蒸九晒熟地黄的制作前后共有80道工序，需耗时1个多月才能完成。每个环节的处理方式都可能影响药物的疗效。蒸右边它的糖状况出来晚了，用眼看蒸的如漆，黑的吃着嘴里黏如蚁，酸甜平衡，达到这个东西，真的是标准。历经10余年的反复尝试，朱青山终于复原了这味中药极其复杂的炮制过程。他也因此而被评为禹州中药加工炮制技艺这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朱青山发展中医药的想法已经是许多禹州人的共识。段富友的家族世代居住在禹州市方冈镇，这个位于禹州市西南方向的小镇，早在5年前便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如今的段富友早已借助禹州市政府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在镇里280亩土地上种起了中药材。每到收获时节，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然而，段富友记忆中的方冈镇曾经笼罩着烟尘和煤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让山挖空、地挖陷，成为了方冈镇常见的景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生态优先的国家战略让人们果断决定转变思路。方刚镇在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先后关闭了全镇多家采石场和小煤矿，自此踏上了发展绿色产业的生态之路。禹州自古就是中药材生长的沃土，加之当地人对于中药极高的加工技艺，种植中药成为了方刚镇产业转型的不二之选。为此，方刚镇的人们专门建立了中药种植基地，在保护土地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种植。如今的方刚镇，中药材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200公顷。当代禹州人无法忘记，支撑着这里生态产业发展的，正是像郭先这样的老一辈人艰苦无私的奋斗。新时代的绿水青山为禹州的发展再一次赢得了绝佳契机。利用当地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人文资源，禹州市政府规划建设了巨慈山、大禹山等多个特色景区。在无数游人的流连和驻足中，禹州以生态环境建设带动城市转型升级的发展之路，开启了这片古老土地的崭新格局。一条颍水蜿蜒过夏禹的足踝，它所流经的这片土地闪现出钧瓷华美的色泽，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药香。见证过治水育洪的气魄，也燃起了重塑山河的豪情。从高山让路、河水低头的往昔，到顺应规律、改革创新的当下，坚守与开4000多年过去，大禹遗风历久弥新。这是子孙的珍宝，这是禹州的传奇。